哎，这款发圆非常的好看，它可以当成打底跟外穿。那这次主打的是它是做这种微短版，等一下都会搭配不同的感觉给大家看。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是真的双层的翻领。那你会看我在翻的过程跟讲话的过程当中，它呢其实完全不勒脖，弹性还是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手袖啊、身宽啊都非常的舒服哦。它是那种土焦糖色。欸，它这个颜色是最显白，我觉得这颜色绝对显白，而且是显高级的颜色。我如果要内搭，我直接找这种比较短版的高领的就可以啊。这个绿就是有秋冬的感觉，但又不要暗沉。冬天都会穿一些中高的裙裙啊，你就直接把它盖住就刚刚好。那它一样是可以给你保暖的效果，弹性极佳。因为这种发热衣它就是比较短版，所以刚好就是卡在腰的这个位置，我里面都不用整理，我这样直接套。这一套背心看起来就好啦，就舒服，而且我上班绝对可以这样穿。然后这个颜色其实非常好搭，就平常就有人很喜欢搭皮裤啊，或是你们有一些米白色啊、米杏色的一些外套，我觉得搭这都非常好看。然后身宽比例啊、手袖颜色，这个颜色也让大家完全显白。